于是连龄不足的去报了金韵奖第三届的比赛，我们得到了重唱组的冠军，所以我们就进入了民歌的行列，开始唱了很多民歌的歌，把它改编成合唱、重唱以及独唱。那么这么长的时间走过来，那个时候我很幸运的，李泰祥先生邀请我开始为他的作品演唱。大家对李泰祥很熟悉吧？有。他的歌曲在民歌的时候，很多的歌大家非常非常的喜爱，而且朗朗上口。其中你们还记得什么歌呀？我了。天哪！竟然有人说李泰祥《玫瑰人生》。我一定要郑重的说明一下，《玫瑰人生》是张弘毅老师跟慎之阿姨合作的作品。那么刚才有另外的朋友说橄榄树，我考你们，橄榄树的作曲者是李泰祥。李泰祥。作词者是谁？作词者是三毛。那么李泰祥在那时候和三毛合作了好几首歌，其中另外一首歌是一条日光大道。一条日光大道。这首曲子也是他们两位的合作的作品。但是今天在这里我觉得很特别，我从来没有在民歌的演唱会里面单独的这样的演唱过，特别选了这首歌今天献给我们新北市在场的所有朋友。我知道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局长委员，还有我们很多远道而来的或者是住在这里的贵宾，甚至于我今天还遇到了有很多的朋友从别的地方骑着摩托车骑了很久来，所以今天我觉得太难得了，特别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李泰祥有一首歌是他和三毛合作的《不要告别》，就为大家演唱好吗？那么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礼物可贵之处，除了要把这首歌献给大家，而且邀请大家我们在这个美好的音乐当中记得今天这个美好的过程，民歌四十的过程之外，今天在台上的四位最棒的辛苦的乐手，我们给他们掌声。很好，我欢迎陈小姐的再来一次。Thank you。 然后我们现在听到弹钢琴的这一位是我们台湾最棒的一位钢琴诗人王俊杰，他是我们很多音乐人的好朋友，而且他的编曲、作曲以及他的这个音乐的演奏都是一流的。所以今天在最后，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我和俊杰合作的这首《不要告别》送给大家，让大家有一个最难忘、最珍贵的结束。谢谢。接下来徐锦存为大家也现场演唱《不要告别》，也是这个民歌式演唱会在林口的最后一首歌《不要告别》。是个天的外衣。
个你，三个你，十个千个八个你，不要怕。演唱，谢谢，谢谢大家，掌声。